他目前是89级 2.3%， 七军王头，四猎人徽章，二阶之舞欧战吼，然后黑袍跟黑鞋，阿努比斯裤子，七十字手套，七心眼，五银刺，七肩甲，七皮夹克，防御手环，四祝福防御手环，两颗加五祝福防戒，两颗赫洛斯戒指，黄龙智力腰带，伊伯利特项链，六祝福红耳，六祝福直耳，六祝福绿章，六紫章，加五祝福智力符石，加五祝福敏捷符石，换人要18罐，智力81，魔攻77，魔伤44，魔命48，魔爆14%，减免49，抗晕24，哈符是220罐，魔伤减免血量之满，防御30罐，总共220，有三紫变，41红变，你自己大概看一下，99蓝变，缺六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缺六只，不止变11次，红变9次，一紫娃，独角兽，17红娃，17红娃，蓝娃是24，缺3只，不止娃9次，红娃10次，单品32、31，血量是2620，防御13，魔伤6 ，PB1减免2，晕命2%，减免5，智力9，敏捷3。魔攻一，其他你们看一下。OK， 水半圈，火16，地17，风9，格兰肯半圈，银海萨12，熟练度2条，宙斯终极炸弹。这边走到这里，寒冰术往前推一格，阿顿减免袭击，斯利安有道重生之身上面一格，格利特前面3格，爵位是勇士3。11红7紫，他身上的物资冥币76万，变身币3万，娃娃币5万，八帽，一顶卡士伯之帽，两颗加士祝福智慧戒指，雷亚项链，五祝福黑耳，荣誉战斗项链，金色勋章、银色勋章，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金粉、守护石、蓝布等等之类的，补充石、龙卷。再来重点是他的交易所，这边也蛮多卷轴的，这里都是信念之塔一楼卷，这些也是有一些物资材料补充石，直购价26万，有兴趣可以扫这个群组，谁谁谁谁谁。